卡北北。战情多变的高手组加入强力歌唱好手，林娜今年33岁，来自宜兰，相信大家对她一定不陌生。身为原住民的她，拥有令人称羡的好嗓音，多年来唱片各大节目成绩优异。如今再次比赛是为了精进歌艺，面对新舞台新挑战，她毫不畏惧。她怀抱初衷，要让更多人听见她用歌声说故事。大概有3年以上没见面。